使用 MaxQDA 24.3 更新改变您的工作流程。想象一下，您将可以在例行性工作流程上更省时，但在研究工作上获得更多的时间。我们很高兴推出 MaxQDA 24.3 的两项主要增强功能。一，我们突破性的对话式 AI 聊天整合，使我们成为第一个直接在桌面应用程式中提供此功能的直性资料分析软体。二，增强了 PDF 文件管理功能。这些更新功能是为了让您专注于真正重要的资讯及素材，从而加快您的研究工作流程。与文件聊天，现在这是可能的。利用 AI 功能与文件对话，人工智慧聊天可实现动态资讯交换。透过 MaxQDA 的 AI Chat 对话功能，向您的 PDF 文件档提出问题，并直接与他们互动。例如，您可以询问文件素材、访谈中讨论的关键主题或寻求主题见解。此功能不仅可以加快资讯检索速度，还可以改变您与资料的互动方式，让您能够利用 AI 与文件对话的功能变革潜力并发现见解。现在可从 PDF 文件中排除特定区域，特别是在 PDF 文献综述中，频繁出现诸如作者、来源和页码之类的术语可能浪费您的研究时间。使用者现在可以自行设定排除哪些文件内容。这些设定将应用于 PDF 中的所有页面，透过确保从编码流程中省略不需要的术语或页码来简化分析。您的直觉，我们的软体。买正版软体找齐全企业有限公司，统一编号 28793967。所有产品皆享咨询、支援及保固，并可开立二联式或三联式发票。CheerChain Enterprise distributes and sells software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clients guidance when choosing software as well as technical support.